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谢谢亲爱们的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啊，非常开心，我也爱你，嗓子都哑了，听着，明显我也爱你们，谢谢谢谢，都爱都爱，几个大老爷们在喊我要跟你生孩子，这不难为他们，是是是，你要是有那设备我就配合你啊。给布出去了，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，嗯，我爱你们，我爱，听我说听我说啊，我们来到西安演出不是第一次，对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相声专场这还有几个老家的娘们呢，你弄啥了呀？这跟喊冤的似的，这。稍等一下啊，那个人不行了，我看，我听那声音都不行，小雨。你们很爱我，我很开心，嗯，但是这个节目还很长，今天要演好几个小时，请你们这个保留一些嗓音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每次出来都得喊，对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嗯，一会儿到最后还要唱歌呢好不好？正经说了啊，好好说，好，哦，感受到你们了，好，我天哪，那上面全都是人啊，哇，嗨，那么多人，你们为什么，哦，这正脸后边都是人啊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哇，哇，哦，村里来电了，我现在我的票那么好卖吗？最上面你怎么这么坐那么远，真的没有钱吗？还是别胡说八道，怎么买那儿去了，天哪，就是不舍得花钱，嗯，谢谢你们的热情，谢谢，哎呀，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特别的感动，我争取呢多演一会儿好不好，我们来到西安演出不是第一次，对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相声专场这是第一次吧，头一回，第一次，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嗯，感谢这么多朋友们爱我，嗯，我心情十分的开心，对，十分的高兴，按说我今年岁数也不大，我刚十七八，我取得这么一点点，嗯，这么一点点的成绩，今儿录像说实话，就因为录像我去，别往小说，多大岁数，十九岁，我取得了一点点，一岁啊，说实话，二十多岁，这么一点小成绩，对，就不说实话，不到四十，就我还不行啊，实话都不信了，嗯，你往一百上说，九十三了，我今年，再不答应我得找兵马俑去了，我得啊，埋坑里，岁数不大，二十四岁，本命年，真的，别胡说。谁信呢？我穿红裤衩了。
哎呦，我给你瞧瞧。嗯。别瞎说啊！他们看不到，我让你看看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不看啊！万一背心掉色染着呢？是吗？各位，这是相声啊，嗯，不是相扑啊，相扑也不是看裤衩的了啊！好家伙，一会儿喊脱脱脱，我出去怎么见人？我，你就是个贱人。那这怎么见人？我见着你了。那都没有，骚到我了。这个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，有一定的成绩了。三十多岁，嗯，啊，就是因为大伙都捧我们，对，我师父也提携我，是，这不是年初嘛，我参加了一个节目，对，叫什么喜剧人，对，欢乐喜剧人，嗯。也没有什么好成绩，最后反正是吧，没有比那再好的成绩了。哎呀，怎么听这么骄傲？说实话啊，一开始我不太愿意去，都不想去。我跟我师父聊，我说师父，这个欢乐喜剧人找到我了，嗯，我说我不想去。是啊，我师父说人家也跟我说了，沟通了，我都答应了。哟，我说那我也不想去。我师父说那我的面子怎么办？你师父好面。我说那我不管，哟，我不管，我不想去呀、啊，因为说实话，在相声界已经有一点成绩了，刚站稳脚步。你万一折在那个舞台上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。你们有同行折那儿了？我还说金凤你了？我们还年轻，考虑的比较肤浅。是是是。然后我师父说那也得去啊，我说我不想去。我师父说宝贝儿你去吧。怎么呢？去吧，因为我呀，我已经跟人家买，我已经跟人家说清楚了，知道吗？班说的，不是、啊，我是不是说多了？那是，反正后来拿了，就是你就说没有内幕，没有内幕，没有内幕，对对对，哎，没有内幕。最后拿到了一个奖杯，是我师父说那个奖杯做的时候挺贵的，贵吗？他做的吗？不好圆了，越来越不好圆了、啊。那是、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来到这儿演出，主要跟大伙儿聊聊天，哎，闲聊，开心一下。嗯，刚才这个节目，人家演的也不错。张云雷、杨九郎，嗯，二位连说带唱，多好，二三十分钟，挺好，下去休息一下，休息会儿。这场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该我们俩。我首先啊，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我还需要介绍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：说学逗唱。哎，对了，我自己个儿认为比较有。你等。您这嘴里有鸟啊，这怎么着？干嘛有鸟啊？什么叫我自己个儿啊？就是我自己，我自己，别自己、啊。我北京人，我说话呀。你别糟践北京人啊！全中国都知道你河南人啊。打死你个龟孙儿，听见没有？你看河南口吧，这我自己啊认为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唱、嗯、哦，唱太平歌词，嗯，本门功课，对，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，可能干嘛还博蛇传呢，这样显得比较有文化嘛。你呀、啊、别这么说，白蛇传，白蛇传，白蛇传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，这是有文化吗？这个长虫像话吗？白色的长虫，蛇在那转，对，在那转，白蛇转出一圈一圈的转，就您刚才发骚呢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行行行行，太难受了，这玩意儿。您要说那一圈一圈在那转，那是白蛇转吗？那个？那什么？那不贪吃蛇吗？那个？你还用诺基亚呢？我多得用诺基亚了。我们早就 iPhone 了。我们也 iPhone、啊。4S 店出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懂。你是拿着仪表盘打电话吗？什么仪表盘？什么叫4S 店？4S 店出的 iPhone 吗 ？iPhone 店出的 4S 啊，现在都出到5了，宝贝儿，落后落后啊！哎哎，你什么案子进去的？
我没进去啊。你跟时代有点脱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脱呀。什么没脱？五都六了，该出七了，是不是？对了。我的天哪！好家伙！那 iPad 呢 ？iPad mini mini 二 mini 三了吧？该。Air 呢 ？Air 该三了，好像。咱俩聊这个干什么？这不是说相声吗？你聊什么 iPad 呀？跟我这儿谁聊？你聊的呀？你聊的手机呀？你聊半天了，这有苹果有 iPhone 的，怎么来着？退去呀！喊什么？你退去呀！二里就票能退，钱不退。反正我们的钱都给完了，你管着吗你？你退呗，哭也演出上哭也是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聊 iPhone 了啊！我没聊，你聊的啊。就说这个《白蛇传》，就是《白蛇传》，讲究是四个人物啊，四个主人公啊，白娘子，白娘子白贞素，还有一个，哎，白贞素啊，这娘们一点油水都没有。各位，您听见了吗？您听见了吗？什么呀？身为一名相声演员，站在舞台上，张嘴闭嘴，娘们儿娘们儿的，好家伙，听得我都激动，我都。你是刚放出来，那什么叫白素贞？白素贞，哎，还有他的爷们。爷们，你看了？爷们总比娘们好听啊。那是一套，知道吗？爷们叫许仙。对了，姓许名仙，字三多。许三多呀。人家叫许汉文，许汉文，哎，还有一个小青，姓小名青，小青，别胡说八道啊，一嘴就全芦荟渣子，我告诉你，什么芦荟渣子？百家姓里没有姓小的，没有姓小的吗？没有，小沈阳，人家父姓小婶吗？小月月，不还叫小骚骚的吗？有意思，那是前面加个小的俏皮嘛。小青，还有一个老发孩儿，这么四个人物。哎呦，这什么舌头这是？老发孩儿还得，发孩儿吗？法海，北京话呀。谁告诉你？你是不是北京人？北京人怎么了？你说北京话呀？北京话不这么说呀？走大街上这么说呀？发孩儿，马姐，我，施主，这是法海，耍流氓去？你，发孩儿，这是法海吗？这个？四个人物哦，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仙的爱情故事，主线。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？我给您讲解一下。你知道这故事？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，没日子，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，对，二楼，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，正砸在许仙的脑袋上。许仙抬头一看，哇塞，大美女，哎呀，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。你啊，就上隔壁找那个小青去了。小青，小青开了一个茶馆啊。哎呦哟，许仙大官人来啦。哎呀，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。你呀，你等会儿吧。非常的凄美。您别胡说八道了啊，这都是一个故事吗？这个，哎什么呀？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。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。我卖翠梨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都看见了。废话，你不看见我们至于出事吗？谁跟你掰扯这个？您说这不是白蛇传，水浒传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故事梗概是这么回事。您说说。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异妖传》。异妖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。哎，是啊。有这么一个小牧童前去放牛。牛童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。哦。奄奄一息，马上就要死了。要嗝儿的。小牧童心生怜悯。把这个小白蛇给弄家去了。怎么吃的？你怎么就知道吃啊？趁着没死心呀，就给他养大了。哦，养肥了再吃。你去死吧你！不用你催我。就给他治好了，养大了。哦、啊，怎么了？放回峨眉山。放生了。对了。哎呦！等到一千年以后。千年。小白蛇修炼成仙，变成了白娘子。蛇妖带领着自己的妹妹小青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哦，妹妹。有的人说小青是白娘子的亲妹妹啊。亲妹妹？不对。怎么不对？邻居妹妹。您等会儿吧，
那山上不是一窝蛋。你还这真有学问，还知道蛇下蛋啊？告诉你，就是一窝蛋。那山上哪有房，还邻居？这你就不懂了吗？就是一窝。我有考究。这什么？我有考究。考究是什么东西？研究。呀，初中以上的话就听不懂了，是不是？我上大学我都没听过这话，是不是？还考究还得，艾灸不好吗你？我有艾灸。啊，这你该治治病了，听我的。没有，不是你有考证是吗？当然了。您说说我听听。白娘子是什么色的长虫？白的呀。小青呢？青色、绿色。如果说他们是亲姐妹的话，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？他父青花瓷。那他们的爸爸周杰伦呢？他没听说过。周杰伦都出来了。不是一窝。哦，不是一窝蛋。哎、嗯、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。是。在哪一天呢？哪一天？在清明节这一天。嚯、哦、好时候。你稍微等一会儿啊。我们还稍微呀、啊。你们家清明节是好时候好日子呀。清明节好日子呀。不是好日子国家给三天假。国家给假就是好日子吗？就是好日子。好。比如说你给你爸爸上坟去。你给你爸爸上坟？我这不是比如吗？你拿你爸爸比如。我爸不乐意呀、啊、对了，我爸乐意啊。你是捧哏的呀？凭什么呀？你挣的就是死爸爸的钱呀。没听说过。合着演艺场说我挣的钱丧葬费，这是？那可不是吗？没听说过。但凡有能耐你逗哏呢。你别来这套。你逗哏的家里都死绝了吗？比如说你跟你爸爸上坟去，对不对？ 你别那么大声。你跟你爸爸放个歌，最炫民族风，那像话吗？没听说过。爸爸听个歌吧，一个人苍茫的天涯是我，那都像话吗？那都、啊、坟包在裂了。清明节这一天，嗯，在这哪儿呢？哪儿？西湖边上。啊，西湖。杭州西湖边上。嗯。许仙啊，边走边玩。有的时候有人说许仙是谁呢？谁呀、啊？就是那个小牧童，小牧童投胎转世十代人。哦，变成了许仙，实是善人，没错。嗯，边走边唱。是啊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嘿，别黑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许仙怎么唱这歌啊？你看你就不懂了。我懂不了。许仙这歌是谁的？这歌安牛的。他原来干什么的？放牛的。嗯，就这么神奇。哦，就这么神奇。您这里还有穿越呢。哎、哦、边走边唱。是在山顶上，白娘子在寻找自己的爷们恩人。恩人们爷们哪一个是我的爷们？哦，是蛇，这是猴啊、哎、我没想到你爷们在那儿呢。我在说相声好不好？不是我在找爷们。让小青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。小青是听出来的。原来我的姐姐在寻找自己的爷们恩人。恩人、哎、小青啊懂法术。是啊，手掐诀口念咒，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。哎呦，小雨啊淅沥沥沥可就下起来了。清明时节嘛，下雨不要紧。嗯，白娘子得回家呀。得走啊。许仙也得回家呀。也得走啊。引出来游湖借伞。哎，这个书里有。白娘子和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。对，三个人。哎呦，这算是相识。对对对对，你这是看的哪个版本啊？这是经典的版本啊。要不哪天借我看看。你那儿没有吗？没有，我听得挺兴奋到这儿。嗯，拍蛇传你兴奋个屁呀、啊、你。这问题是俩人都在床上等着你说。谁说床上等着了？你说的白娘子小青俩在床上。船。什么？船。船。船。桃。桃。改《西游记》。像话。这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是船上有床是吗？有什么床？我的天哪。水床。那还水床？西安这么干的地方还有水床呢，哥们儿够有钱的。要不咱改群口得了。
不是，那我没明白。船，船啊，两头尖那个是吧？对啊。哦，没有腿是吧？没有。哦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是船。没听过那个歌吗？啊，您这歌好没词儿。西湖美景。哦，有词儿还。三月天，哎呦呦，你忘了？就划船那个哈。啊。您看的是书吗？您。三个人认识了。嗯。三个人回家结婚生孩子。哎哎。按说呀。哎哎。那还是床上认识的，知道吗？怎么仨人结婚呢？小青旁边伺候着呀。啊，伺候月子。哎。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，这就算神仙了。其实不然。嗯，当中有人破坏。谁呀？金山寺老法海。哦，就是耍流氓那个。为什么破坏人家呢？为什么呀？白娘子去了以后啊，开了一个药铺啊，就在那边镇江是吧，那个，叫保安堂。哦，保安堂。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乡亲们是奔走相告。嗯，没有人呢去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了。并且白娘子都是义诊呢。老法海不高兴了。是啊。掐指一算，怎么回事？法海有能耐啊！为什么没有人来了？掐指啊！一会儿双手，双掐啊！你看，双卡双带。嗯。老法海还俩信号还得。我的天哪，怎么算不出来？哎呦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还脱鞋呢，还算出来了。原来呀，两条长虫从中作梗。两条蛇妖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的爷们。法去啊！没等法海去找许仙，找白娘子。嗯。没想到许仙来了。许仙上庙里去了，烧香还愿来了。怎么呢？自己的生活怎么突然间这么好了？哦，还有媳妇儿，还有丫鬟伺候着。你看看，心里就觉得很开心。来，感谢神明，来这还愿。嗯，让老法海给拦住了。哦，法海，哦，都和尚都这样。嗯，这位施主，嗯，且慢行。你看，有道的高僧嘛。怎么了？许仙也是文人。据我所知，嗯，你娘们儿是个长虫。这是有道的高僧吗？这许仙一听不高兴了。那是，你娘们才长虫呢，骂上街了。你娘们才长虫呢，废什么话呀？施主，嗯，我没有娘们。哎，这嗨，他和尚啊。但是你娘们真的是个长虫。你当和尚别老这么说。白色的。哎呀呀，瞎说。也不乐意了。是挺白的。哎，这你管着，别说这个。施主呀，他真的是个长虫，他在缠绕你。哎呀，缠绕我啊，我愿意。哎，对，你死去你，嗯，管着吗你臭流氓，这人真有意思。施主，法海要撒娇了，怎么着？他真的是个长虫。哎呦，他在吸你的阳气。哎呀，他愿意怎么着怎么着。哎呦，你管着吗？我弄死你啊。这是许仙吗？施主，要讨厌了，我想抽你了，我都想。嗯，你休要抽我。哎，这是我说的。你要不相信啊，我这有一瓶雄黄酒。哎呦，你给他喝喽。雄黄他就会炫原形。炫原形？白娘子是布鞋我告诉你。许仙一听是半信半疑，不信。一打听这个酒不要钱。哦，不要钱就拿走了。不要钱就拿走了？拿走了。这都什么人性？这都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。误饮雄黄。误饮了雄黄酒。嗯，现了原形了。白娘子现形了，唰，变成一条大长虫。胶卷撒了呢，还巨大无比。哎呦，许仙一瞧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还真大。 死了。这因为什么死的？到底是吓死了。哦，因为大就吓死了。吓死了。哦，得亏小青啊，啊，懂法术，是把自己的姐姐骂死回来。还骂死回来。嗯，白娘子低头一瞧，坏了。怎么了？我爷们死了。许仙，我不能做寡妇长虫。听得跟双保险似的。引出来仙山稻草，盗取灵芝仙草，把灵芝草盗回来。嗯，给自己的爷们救活了，还了阳。许仙还是半信半疑，还不信。二一次来到了金山寺，二找到了法海。哦，得问问怎么回事啊？问清楚吧。法海就给拦住了，老在这等着。嗯，施主，怎么什么都当啊？你们不过你们忙着呢。嗯，还有这个第一排这俩警察哈，警察叔叔，该笑就笑啊。
不花钱做头牌就别绷着了。是我们也在卖力气啊，我们争取让所有人都笑。这俩人坐的这么好的地儿，俩人不乐意。真是的，你们这俩人位置是天底下最好的位置啊。换位置没听说过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人家保证你们安全的，知道吗？就给拦住了啊。坐你们堆儿丢东西的。施主怎么样，是长虫吗？问问吧。是。许仙承认了。长吗？哎，人家媳妇儿你问得着吗？长。那就别回答了。你白吗？流氓。白。要强了。施主，嗯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在我这儿待着吧。留到庙里，我这儿除了没有美色，什么都有。多没劲呢、啊！许仙就没走，是一天没走没关系，两天没走也没关系啊。到了第三天，想念自己的夫人，三天想媳妇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呢，一点错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烧香祷告，反正在庙里，前面有一尊大佛，是许仙吧唧往这一跪啊，张嘴唱上了，还得吧唧往这一跪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您啊，您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这求佛也是许仙的原创啊。那可不是吗？好家伙，单说白娘子这边啊、嗯，三天没见自己的爷们，是哪儿去了？三天才琢磨过味儿来，他心里也琢磨呀，是啊，去哪儿了？找一找。不行，我得掐尾算一算。我掐尾，这娘们是真不慌，我告诉你，这爷们都没三天了，你都不着急算，还得吃完饭算。谁说吃完饭了？你说的，掐尾吗？上海话，杭州这么说，掐尾，吃饭就掐尾。什么吃饭？掐尾，掐尾巴。啊，就那蛇那么一根棍儿掐那算啊？啊，那有什么可算的呢？还点烟灰似的，你看，算出什么了？小青，嗯，这是你的吧？这是？哎呦呦，好好，小青都疼晕过去了，这。哎，算出来了。这能算出来？原来呀，在新山寺老法海那儿软禁了。找他去了，找他，喊上小青，喊小青，再看小青怎么样，正在旁边啊，逮苍蝇吃。哎对，孩子饿了。小青，嗯，别吃了，嘿，别吃了，跟姐姐打架去。这好去了，走着。哟呵，姐儿俩来到金山寺、嗯、是是是，找到了老发孩。对，跟他攀谈几句，评评理。老发孩，哎，他怎么回事？还我的爷们，单刀直入。哟呵，这位女施主是，哎呦，我咋来了呢？我的天哪，那么吓人呢吗？各位，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害怕的一次。看见唐僧肉了呢，我以为。真是似的，吓我一跳。这位女施主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配合，没劲了啊。这位女施主，此乃佛门境地，嗯，修得无礼。是，我这儿怎么会有你的爷们呢？哎呦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看，吃不吃的端着。没有。要要，还给我啊！不行，我今天我就干你！啊，社会人什么？嗯，和尚假装没听懂。嗯，你要干我？和尚可能乐意。来呀、啊！哎呀哈！这法海就是一流氓，我看谁怕谁？哦，要打架。打起来了。哎呦呦呦呦，俩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起来了。嚯，打着打着坏了啊，白娘子打不过他啊，没人厉害。不是，怎么呢？身怀有孕，怀孕了，怀着许仙的孩子呢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赶紧喊小青啊，有帮手。再看小青怎么样，正在旁边啊，
逮苍蝇吃。小能手，嗯，小青啊，别吃了，跟贪吃蛇似的，干嘛呀？他没有这么说自己妹妹的，替姐姐盯会儿。啊，姐姐盯不住了。哟，姐姐是走你的，我跟他拼了。你看这妹妹，白娘子走了，走了。其实呢，搬救兵去了。救兵。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，哎呦，引出来水漫金山寺，这书里有水漫金山寺不要紧，嗯，白娘子生了孩子了，生了，在水里生的孩子，没错，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水产。哦，对，白娘子下俩河螃蟹是吧？当今很流行的一种分娩的方式，哎，水中分娩，生出一个男婴来，嗯，取名凡士林，他这凡士林呐，这孩子一钻一出溜的，这蛇吗？不得出溜？没听说过。许士林，许士林，哎，这个孩子让许仙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这个孩子，坏了，啊，我错怪我的娘子了，怎么呢？他真的是个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如果说他是个长虫的话，啊，他应该下个蛋呢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是娘子，我错怪你了，娘子带领着自己的娘子还有这个孩子下山来。哦，仨人下山，哎，引出来断桥相会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要说断桥相会。岳老师，岳老师，您等会儿。您说，许仙带着孩子，带着白蛇下山了。对，少个人吧。谁呀？小青怎么办呢？小青跟范海结婚了。我跟断桥相会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咱别胡说八道行吗？那俩人能结婚吗？我有考究啊。你又考什么了？范海跟小青结婚了，嗯，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海清。你要这么说还没准还真像，是不是，嗯嗯？有点那舌相，嗯。要说断桥相会，啊，咱得唱几句。是啊，什么歌曲戏曲，嗯，很多表达白娘子内心的心情的。这断桥是大戏轴，尤其是京剧，嗯，京剧刚才这个叫什么张云雷也唱了。当然了，他唱的是歌，青城山下白素贞，他唱的是歌。对对对，戏曲啊，京剧有这个，有这个，河南豫剧也有这个，那是河南离这儿不远啊。嗯，河南豫剧，豫剧大师常香玉大师，常大师唱这个断桥相会唱的是太好了啊，确实不错。各位回家打开电脑看一看，是吗？搜一下断桥相会常香玉，如果搜不到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插网线，插网线。废话，干搜啊，连 WiFi 都能够搜到，特别好听。唱多好啊，唱得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当时我在郑州看的这个演出，台底下3000多观众全都给唱哭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。哎呀，常香泪流成河呀。哎，牛人，您先安静会儿吧。你是河南人啊，你捧常香玉，捧河南豫剧，嗯，这是对的，嗯，因为你有乡情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您说这常香玉在这个郑州这个剧院，嗯，3000观众唱这断桥相会，对，台底3000观众都给唱哭了，反正在我的视线当中全都哭。虽然我眼睛不大，啊，哎，但是也能看得出来。那就这么说，你视线之内1500总有了吧？哎，绝对有。您就说这1500人都哭了吗？都哭了。我跟您这么说，岳老师，瞎话，胡说八道，不可能。您这就叫吹牛，不可能。您说听戏替骨肉担心掉眼泪啊，这有没说都哭了的？有。你说3000观众里边哪怕有100人哭，我都信。3000都哭了，凭什么呀？我听戏就为听一乐，我还哭了。你听常香玉大师，你就得哭。我就不哭，不是现场你就得哭。啊，这是不是现场我也不哭啊，刚才。这不胡说八道吗？瞎捧了这个，这咱这4000-5000观众，你说一包袱都不一定全乐呢，还都哭还。好，什么吹牛呢？我听到大家的呼声了，我唱一回。谁？你就得哭。不是你谁唱？我。你唱我就得哭啊！我告诉你，岳云鹏，常香玉来了在这唱我都不哭，常香玉要是在这唱我就哭了。你哭什么？死好几年了。那你去那是不是告别呀？是不是？啊，3000都哭了，那个全都唱哭了。我说哭不了，没戏啊，没有。朋友们，准备好您的手绢啊！手绢了，纸巾也可以。哼，擦眼泪，拿着擦眼泪啊。
谁呀、啊？我唱一回，怎么了？谁擦眼泪？你没有，就不哭，就不哭，没有眼泪。干什么？哎，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是有点，有点，有点。我今天推动你了。那是，我是最近是瘦了。嗯。原来我推不动他。那是，那是。你甭说这个，那也不哭啊。我就不哭，凭什么哭啊？哭。不哭。好。我唱一回。甭废话。你唱更不哭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你唱我就哭，凭什么呀？这个戏特别的苦。是什么？戏特别的苦。白娘子内心的心情，哎呀，哇，全都唱出来了。哎、你早说这戏苦啊，那我不就这也不哭。有病，这人有病，凭什么哭啊？戏活就哭了，我疯了我。你是不是让人侮辱我了？我让人侮辱，我应该开心呐。占便宜呢，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哎，咱说清楚了啊。你是为了让我们哭，嗯，你哭可不算啊。我哭当然不算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你那更不哭了，你就得哭。我就不哭，凭什么哭？就不哭，就不哭。那姑娘，别拍了，哭。凭什么呀？人买票坐这哭来了，就得哭，就不哭。你哭一会儿，咱俩加个微信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你不哭，我告诉你了。你歇会儿吧，你快，你没有这个姑娘可爱。那是因为她是男的。人纳闷，这谁能哭啊？我这就唱了啊。没人拦着你，您唱我们就不能哭啊。回报该你听信哪、啊、你咳嗽什么听信哪、啊、哭了吧，我这乐呢，我这乐怎么跟哭似的，你甭来这套啊，告诉就不哭，能跟我唱哭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会不该你听信哪、啊？法海亲的手，哦，法海亲谁的手了？什么亲手、啊、什么亲手，你唱着法海亲手，亲谁的手呢？法海禽兽。哦哦，禽兽啊、哦、不是亲手哈、啊、法海亲的手，哦，听的还是亲手啊。比为亲兄弟啊，哎呀，将恩作仇，把头的馍都快吐出来了，怒快吓死。我刚才是吃的泡馍，但是你不要让太饿心了，我这不哭不了，我这哭不出来。比为亲兄话，将恩作仇，怒管人吓死在了罗帷帐口。丢不掉咱的恩爱情。
今儿的药算白吃了，我看。为救你，道令指我蓬莱山走，白河东的荡去路。我可能听不完这段儿。哎呦，我的心脏啊！这都是常香玉唱的。我好演员，我把剑抽，眼看看站不过我白刀山口，多亏了南极星掉下来了，站又好你在右头，我都找不着情绪节点呢。我把咱什么动静啊，恩爱情说明前后，是这活着呢。哎呦，他赐我还挺累，他赐我灵芝草，不带吓唬人的。转回古州，我猜不着了，我看治好病，你不念咱情深厚，情深以后，谁叫你上金山呐、啊？有我的那贼头，哎呀，活不了了！你等会儿，你怎么哭了？你踩我脚了你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，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，本来时间就紧啊。铺盖啊，给大家看一眼，什么爱好，大哥拿着当披风了你。谢谢谢谢，刚才两位老师演的不错啊。是天津来的一位相声演员叫 刘春山，刘春山，嗯，捧哏那位大胖子叫刘哲，对，二刘啊，二刘，他们俩给大家说了一段，嗯，刚才那个大胖子胖的没有人样了，是，巨肥无比啊，比他轻了40来斤啊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您等会儿，刚才那个刘哲胖的都没人样，对，还比我轻40来斤呢，对，那我就不是人了呗。这个相声什么就过去了，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你得
好了，站着骂街了，怎么改？好好给大家骂骂力气，嗯，给大家唱一回。好，十点前要结束，现在是9:17:31。好嘞，给大家骂骂力气啊！眼神还真好。首先，我们本门的功课，这叫太平歌词，相声本门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太平歌词我听过，是不好听，怎么呢？不好听没关系，仔细听，仔细听，嗯，越听越不好听。哪儿这么难听啊？那得分谁唱哦，分人。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，人家唱得好，我是跟他学的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啊。您直接说您师父名讳这事儿，我就不追究了啊。你在那说你的老师郭德纲，你的手这是，这是个什么意思？度量。你师父度量？你师父个儿都没这么高吧？身高身高身高。啊，度量还身高？好好的。嗯。下别瞎比划。嗯嗯嗯。这比划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最少高20公分，我告诉你。这还高20公分？对，那我师傅没人样了，我是吧？那我怎么没人样来着？太平歌词我是跟他学的，是，我也错不了。那是，今天卖卖力气啊！嗯，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够喜欢。首先，《白蛇传》唱给大家，《白蛇传》，《白蛇传》，嗯，一条伟大的长虫，白色的长虫啊，长虫在那转，白蛇转，贪吃蛇这叫，一张嘴吃一个，蛇越来越大。哎，神经病这！也就我乐意陪着你玩《白蛇传》啊。一会儿怎么了？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啊。群蛇狂舞啊！不会唱了，就会啊啊，是不是？就跟你会似的。青城山下白素贞，洞中千年修此身啊！勤修苦练来得到，算了算了，过去了啊！不会唱，你们来干嘛来了？过去了啊！您等会儿，您这是太平歌词吗？这是歌，好好的太平歌词。太平歌词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。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这是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，学唱类。咱们北方有个剧种评剧，北方的，唱给大家啊，名角特别多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不必费心地。只要我们。这帮有钱人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呢？还赖人家没劲儿了，真有意思。这边的朋友啊，别管以后将。你们还会更有钱的。许愿来了。您等会儿，您过来吧。您这玩意儿是评剧吗？这真行，当然是评剧了。不是，咱说的不是歌吗？你说北方的剧种评戏，评戏，嗯，那我哪会啊？那你会越来越不红的，扎我的心。
这个不好扎，嗯，这是评剧是啊，这个戏曲那是评戏，对，那我不会。嗨，那别说了，我就醒，退票来不及了，都这会儿了，退票真不要脸。刚睡醒是怎么着？真是的，给大家唱一个别的啊。好，嗯，没别的了，多恶心这五环。五环，各位、嗯、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、嗯。我每次演到这个时间的时候，都会有人喊五环，五环。稍等一下，听我说完。五环可以唱，但是一唱就结束了。嗯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。这场演出结束。对了，最早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，嗯，一上台，观众就喊五环五环，我就把五环之歌上了。是啊，就唱完了。嗯。第二次再上台的时候，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。听完就走。我现在就拿着五环之歌啊，勾着大家呢，知道吧？诚意的挽留你们。哎，要不然一会儿都走了不合适。哎，多寒碜。给大家唱会儿别的。唱什么？这样，孙老师，我唱一首歌让你猜好不好？猜歌曲名。谁唱的什么歌？歌曲名能告诉你。有难度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听这个啊。这有什么难度这玩意儿？又见炊烟升起，又见炊烟，又见炊暮色照大地，又见炊香闻阵阵。夕阳诗情画意，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有这钱花的 KTV 不好吗？唱三天都不重样，知道吗？干什么？真行着。啊，有一上一个观众来了，这是一帮神经病，花钱上那儿捧哏来，你这是，真有意思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您唱第一句我就告诉你，又见炊烟，又见炊烟呢。谁唱的？邓丽君。错误。怎么？对了，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当然有不一样了。您来了。邓丽君是这样唱的。邓丽君怎么唱？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香闻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声音很平仄，但是很好听。嘿，王菲比较空灵，是吗？拐的弯比较多。您来来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香闻阵阵炊烟。嗓音独特啊！你要去哪里？还真有点像。他不一样，他眼前就是有一缕炊烟。哎呦呵，哎，好好好。这是不一样的，是我再给你换一首啊。换一首什么呀？听这个，这还不简单。美丽的草原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风吹绿草，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。假肢是吗？你疯了？我拦你半天了，没知觉是吧？美丽草原我的家，对，这是内蒙的歌曲。内蒙来北京怎么来知道吗？马走什么 ETC。 郭德纲郭德纲，行行行，知道歌你唱一就完了。这给你换一首啊。中国的歌好猜，都是第一句都是、啊、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打起手鼓唱起歌，千里牧场，打起手鼓唱起歌。吓我一跳！你，我天！我都看见你晚饭了。不好好唱两句，你看你拦我拦我干什么？我猜着你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就告诉你名字就完了，干嘛你这还不让猜了？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，雾里看，雾里看花。我给你唱一个新歌，刚出来的啊。哦、新歌刚出来的、哎，刚出来的新歌，哦、来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哎哎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
绿树红墙，哎哎哎，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你呀，这是刚出来的呀？你是刚出来的吧？让我们当你双响，多老的歌了，经典的歌，这是。听这个，来呀，来，我不会。嗯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。要不咱来一个周吴郑王好不好？怎么了你们？叮当叮当葫芦，吓一跳啊！吓我一跳，而且有的人不会唱，跟着瞎唱就会啦啦啦啦。您自己都唱葫芦娃，这有什么可唱？都多少都会吗？阿莲，阿莲，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哇，这名这么长呢！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无动于衷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你把第一句再来一遍。才看见你的眼泪和。我说点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第一句再来一遍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过火。聪明不聪明？神经病吧你！好好多过会儿，这是一首张信哲的歌曲，是是是，我很喜欢的一个歌者，嗯，歌种，嗯，歌者，我特别崇拜他，是他很多歌我都非常喜欢，情歌嘛。后来非常的有幸能够跟他在一起同台，又合作过啊，合作过一首歌叫《别怕我伤心》。哎呦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说张老师你好，我是小月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是，但是你这个人比较虚伪，我我一不怎么当面怼呀。太懵了，嗯，怎么了？我哪做的不好吗？是啊，歌词里头体现到你这个人虚伪。哪句啊？这样唱的：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关于流言，你装作无动于衷。是啊，他哪儿你这想法是？而我，嗯，做不到。燕子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没你我怎么活呀？这两年不是也火过了吗？不玩笑了啊，嗯，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咱可以一起探讨。大褂新做的吗？对了，我第一次穿。今天我们穿了三个大褂，中间那个黑色的那是纯黑的，嗯，那是我们经常穿，因为那个比较垂比较舒服。嗯，第一个那我们管它叫春晚红。对啊，因为去年春晚的时候穿过。对，红色的。今天这个带鹤的这个对啊，这是第一次穿。对，就为了北京的朋友，希望大家能够满意。是，宋情郎一唱整场彻底结束。宋情郎一唱连分场都结束了啊，所以说再等一等啊。嗯，什么海上花啊？海上花。我昨天发了一篇微博，我说蔡琴老师的一首歌《海上花》特别好听。哦啊，罗大佑写的。我这几天一直在听，但是没学会。够多笨。野狼 disco， 哇哦，像您啊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手跟我一起画彩虹。这首歌啊，我真的没有学会，我听不了这种音乐。哦，嗯，我真的真听不了。我前两天在郑州演出的时候，嗯，
观众也点野狼 disco， 我说咱郑州咱用河南话唱一回好不好？好，底下人各位都啊，左手跟我一起，哎呀，画个龙，画个龙，右手一起画彩虹，要多垮有多垮啊，太垮了，四千岁啊，点什么的、四千岁啊，点什么的都有。女儿情、哦、这首歌我唱过，我跟李健健哥、啊、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歌手的舞台上，是啊，总决赛牵手没有成功，对、啊、那是歌手吗？那个给大家唱两句女儿情。好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，哇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，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。还是歌流行，哎，我很喜欢，我很享受在台上这种感觉。是啊，我只需要起个头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样的钱非常的好赚。是是是，听相声没点才艺还行。柴西厢，莺莺们坐，踢踢踏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。这个不明的事意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本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，唐宋相隔有着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哎，竹板书，柴西厢，竹板书很少有人唱了，嗯、是因为他每隔两句就会有一个高腔，对，啊，唱次了就会特别难听，要求这个比较高，啊、要求比较高，嗯，竹板书，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唱的吗？爱就一个字儿，爱就一个字，嗯，爱就一个字。我只潘玮柏，清水河啊，探清水河啊，差哪儿去了？桃叶那尖上尖，哎，这谁乐意唱啊？这是你们就是为了得得来的是吗？我看现在谁唱都是得得，对，这帮得得女模。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妞儿喂年长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合欢丸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。尊俏好容颜，似鲜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、啊，怒号比貂蝉，俺思吕布啊，又好比阎婆惜，坐楼想张三。
我唱的不好。是是，我唱的不好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直接来一个，好嘞。这是点的死穴上了。您来，我来不了。我一会儿翻场的时候，我努力给你们来一个就完了，啊。来吧，现在是岳老师的时间啊。时间的关系，现在是9:37，再唱个五环之歌，然后再去翻场，跟大家聊起来，好吧？啊啊啊！啊，我等大家时间啊。对对对，拿出你的手机啊。一点节骨眼没有。哎，拿出你的手机，想录的赶紧录，想拍的赶紧拍啊。嗯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想发的赶紧发。嗯，好嘞。好。啊，来吧，赶快。哇，好多手机啊。把场灯可以关一下去。诺基亚就算了啊。嗯，像素不行，好吗？就别挑手机了。哎呦，天哪！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谢谢谢谢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咱们一起唱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各位，把你的闪光灯打开。哎呦呵，我虽然不是什么歌手，嗯，但是咱们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让我也 happy 一下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呀，这村里来电。哇，这边人好穷，手机都没有。哎，行了，你老挤兑人家干嘛？啊，周帆，啊，怎么了？你会。你比五环，谢谢我。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希望大家能够自己解决一下啊。现在不是要脸的时间，好吗？都关了灯了，还要什么脸？真是的，真是的。来来，啊。好了，咱们把机会给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啊。行了行了，楼下的朋友不要唱了啊。那挤的人家干嘛呢？楼上嗨起来啊。啊，真没劲儿啊。啊，五环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的破歌啊，唱了十年了。挺努力了啊。你也知道，夸你呢似的。行行行，就这样的歌唱十来年了，我也是真的骗了十来年了。什么叫骗？嗯，诈骗。那个，我就理解不了你了。现在青藏高原啊，哎呦嚯！是谁带来？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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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冷静一下行吗？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最后有一句高八度可高了，你行吗？行吗？你想多了。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死半道了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？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哟，
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一座座山川相连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。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。首先跟大家道个歉，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，很多来看今天演出的朋友都期待今天会有一个新作品出现。是的是的，但是种种原因今天不能带到舞台上。对，你这会儿问这样的问题让我心情更沉重，自己都害臊了。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呢，一句两句可能也说不太清楚。对，有点不可抗拒啊。我们今天现在是9:44，我一直在揪心，10点前一定要结束。硬性规定。这我没有办法。为什么今天没有带到舞台上那个新节目呢？因为我喜欢在第一场的时候就把它说了，我后面两场我才有更多的信心来奉献给大家。对，但是今天节目单呢，是这样出来的，然后就不能改，没办法，所以说呢，就哎呀，我退票，退去。你退票，你现在威胁不了我们俩。因为我们俩的钱已经拿到手了，就想再从我们手里拿出钱去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，顶多是演出商上吊，对，不可能，想让我怎么样都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然后今天10点要结束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我们没有别的能力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只能按规定来，现在，只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真的。因为往常我们演出都是7:30开始，今天是7点开。我一听10点要结束，我就急了，我就疯了，我说不行，这必须要早开7点，我想6点就开。大哥还有1刻钟呢，你这个时候的一声再见真的有点扎到我了。你竟然不珍惜你的最后1刻钟。没有你出不了事儿呢。我准备了一首歌，孙老师也准备了一首歌，我马上要唱给大家。我先唱啊，您先来。孙老师传底啊。对，我不是我倒磨倒磨词儿，我怕忘了。老师把1回生、2回熟给我。来，把灯光调一下，谢谢老师们。
手，明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。这次唱这个歌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。是啊，嗯，我刚才站在那儿，我就站在时间的对面，我正对面有个时间，对，现在是侧面，刚才就站在那儿的时候就坐在我的正前方，对，一点一点的在流走时间，哎呀，真是心疼，特别心疼。这次能感觉到时间特别的快，嗯，关了。孙老师，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，来吧。来，音乐老师放一下，把灯关了，害臊。来，把《不惑》给你们唱唱啊。人到中年，心难散，好似孤雁落南山，夜风雨早走远，只留岁月在眉间。回想当年，心无杂念，笑看明月却又圆，一袭蓑衣能取暖，不畏秋雨不畏寒。坠入红尘能和谁患难，一声长叹解心宽，残阳西下我不忍的看，不想惹泪落成天。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，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，谁听见谁看见，嘿呀，谁埋怨谁喜欢，嘿呀。人到中年，哎，行，算是胜利完成任务了啊。嗯，这首歌叫，想听孙悦再来一个是吧？别，好，别，别，耽误时间，您来吧啊，岳老师，您的专场。这首歌啊叫《不惑》，嗯，因为四十不惑，正好四十了。今年孙老师40岁。对了，我们。不像哈，像七八十哈哈，那是你。我们俩在一起今年正好是10年。对，我30岁，我们俩合作的吧。对，我们是2009年开始在一起合作。对，走了整整10年，所以叫什么响乐10年。对，他们起的名字，当时我就觉得很俗啊。是吗？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哈哈，响乐10年，牵手10年。嗯，10年时间，3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俩怎么熬过来的？一起走过来，嗯，孙老师也见证了我的，啊，
从火到不火啊。别闹。别亲耽误时间。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演员再跟大家见个面。这个分别的时刻到了啊，洒泪分别。我们哎呀，对，谢谢我们到场的朋友们，因为我得说一句，对起码。来吧，什么型号都有啊，不喜欢可以换啊，没事。第一位，孙老师介绍。第一位，哎，不认识。孙子昭。孙子昭啊，这是我徒弟啊。第二位，尚小菊。哎，岳老师的徒弟。刘哲刘老师。刘哲刘老师。刘春山刘老师。对。于鹤珍。于鹤珍于老师。陈潇华。陈潇华，哎，这是我们今天演出阵容，就这点人。宋清郎唱给大家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愁啊，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赌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，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，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。57分，还有2分多钟，我再给大家唱一遍一回生二回熟。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大家谁都不要动，我蹦下去，我在这儿跟大家唱两句好吗？安保边别跟找事，这个安保兄全傻了，别跟眼睛上找事，傻眼睛上你看看，你唱一遍就完了吗？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孙老师拦着我说这不行，是这唱就啥了，不行是吧？一回生二回生，这个谁对，因为有安保要求，音乐给到我，对，唱一遍快。
开场。你知道一个演员多么爱舞台，剩十秒钟就告诉我十点前必须下去。请欣赏相声杂学唱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孙越，你帅了。我帅了是吧？谢谢谢谢，刚才这个节目上小局，还有我们后台的元老级的人物啊，翟国强，二位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。老翟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，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，演唱型歌手。虽然呢，这个在我们后台，有的人远远超过了我的演唱，有不少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各有所长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宿命啊。这个给大家唱一回，好。这个首先别着急别着急啊，每次唱的时候呢，刚说要唱，底下就有人喊五环五环，就没有别的了。我们这个演出啊是有顺序的，先唱这个再唱那个再唱那个，这是有规矩的啊。对，有规律的，跟大家说五环一唱就结束了，节目结束下班。对了，以前我们没有演出经验的时候，上台观众朋友喊五环，唱一五环，专场啊，三个节目，我第一场就把五环之歌给唱了，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，观众下班了。我奉劝各位啊，你们看的是相声，并不是什么歌手啊。对，我是一个相声演员，我不是歌手。当然呢，相声演员唱这是，哎，为什么鼓掌，突然的鼓掌很吓人的。是是是，说句实话，这是哎，慢慢来慢慢来，演出别着急别着急，是有顺序的。首先本门功课说学逗唱，刚才那个卖故意呢属于学类，唱是什么呢？您说太平歌词相声本门，其他唱什么也归是学。对了，刚才那个数来宝属于唱。对啊，太平歌词是我们本宫的唱。是啊，给大家唱几句啊。好，太平歌词有很多人唱得好，不错。我师父郭德纲郭老师唱得确实好，然后呢小辫张云雷唱得也不错。哎，然后，哎，到我这儿，你干嘛比回什么意思？我师父的身高啊，这个不是什么秘密啊，我师父身高确实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？你等会儿，那是我妈。你瞎比划你。没腿，没腿。有腿呢，你师父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师父挺高的。你师父有这么高吗？大家猜我的身高是多少？一米五，光脸吧，两米八，你下次买前面的票。虽然我长得像一米九的啊，但是呢，什么叫长得像一米九？其实呢，我一米七四。啊，七四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我骗你们这个干什么？一米七四。孙老师多高？七三。就是最近头发少了。我师父呢一米六八，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矮。对对对，真的身边人太高了。咱说这个太平歌词我是跟他学的，所以说呢我也错不了，给大家唱几句。好，博蛇传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下次说白蛇传。上口吗？戏曲演员就是上口。哎呦呦呦！呐喊不叫呐喊，那叫呐显。哎呀呀呀！对吧？白不叫白，那叫博蛇传。哎呦呦呦呦！是一条长虫的故事。这是，这你别说博了，这长虫都出来了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是。跟我一起打拍子啊！我以前唱的时候，大家瞎打拍子，一会儿就唱乱了啊！一板一眼嘛。杭州
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，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。谢谢。嘿，真好。嗯，唱几句得了啊。这是有传授，这是白蛇传、啊、是其他唱什么都会是学唱，学唱类。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什么呀，叫评剧。哦，评剧。哎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剧种。是是是是，原来在大连呢发展得很好。大连也有。哎，评剧院给大家学一个啊、嗯、评剧。你来了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算了吧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唱起来。有有有有有，只要我们已经足够，人的一生有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这边的朋友唱起来。哎、行了行了，这边的朋友啊，很心疼你们一宿基本上没有看到我，是不是？本身也不是看你来的。司老师挡得死死的啊！别管以后将。不必费心地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们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。您这是评剧吗？啊，这不是评剧吗？不是，咱们说的不是歌，你说评戏、啊、评戏。嗯，那我哪会啊。那你看诚实啊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谁欺负谁啊？评戏我不会啊、哦、不会。哎，什么豫剧啊，黄梅戏啊，这我还行啊。豫剧行，我河南人、哦、我会唱豫剧。来两句给大家唱几句啊、嗯、这个豫剧、乐调曲剧，唱两句乐调吧。好吧，乐调什么呀？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。哎呦呦呦呦，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啊，听山人把情由，细说端详啊。收姜维。收姜维。对，哎，这是河南乐调。嗯，到了这个安徽黄梅戏。黄梅戏天仙配。对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哎，名对，唱多好啊。好，我给您唱几句啊。嘿，还会这个，怎么又拿起来了？又换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对唱。露水青山带笑颜，随手折下花一朵，我与娘子带发间，还要随波能避风雨，夫妻双双把家安。要说您的功能还真全啊。好久不唱了啊。是是是是是，有点羞涩。哎呦呦，没看出来啊。其实呢我这个啊比较喜欢的。您什么梗儿？什么梗儿了？我个梗儿。我自己不叫个梗儿、啊、我自己嗯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歌曲。
爱唱歌。哎，什么流行歌曲、流氓歌，什么歌？就是流行歌曲。对对对，我比较喜欢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，可以点。是，可以点。一纸情书啊！啊、哦，有一纸情书，还有什么呀？燃烧我的卡路里啊！孙老师唱一个吧。不不不，你应该燃烧卡路里啊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拜拜，甜甜圈，珍珠奶茶，方便面。唱不唱也不吃那玩意儿。这我真的来不了。嗯，这都什么状态？这是个。还想听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忐忑。嗯，好了，既然每一个人呢都有想点的，哎，你们不统一，嗯，意见不统一的话就算了、哎、啊、哎，就算了。逗着玩呢，合着。不知道大家不知道爱听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众口难调啊，众口难调，我给大家唱唱几句。您自己决定一个。我自己决定啊，嗯、给大家唱几句《女儿情》，这是。两年前我参加一个节目歌手是总决赛现场直播，我跟李健健哥、嗯、我们在一起牵手未有成功、嗯、啊，是牵手未成功，没有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也不往心里去，就是离不开西游记了。然后呢，哎，还真是啊，对，那个给大家唱几句会唱的，咱们一起唱啊。女儿情啊，哪段啊？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这个大连没有 KTV 吗？自己嗨像话吗？多开心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爱恋意，爱恋意，愿今生长相随。还真好。哎，这是这个女儿情。之前呢，我前几年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曲，什么呀？叫做橄榄菜。这是这个齐豫的姐姐唱的，齐秦的姐姐叫齐豫。你那人名对了，名歌名不对。什么橄榄菜？橄榄菜吗？哦，橄榄油，橄榄油。橄榄籽儿怎么样？橄榄籽儿不太像，那叫橄榄树。对，橄榄树。真行。齐秦的姐姐齐豫唱的，齐秦大家都知道吧？对。大约在冬季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切，二人转之乡，嗯。我师父生生的把这歌唱成这样啊！是是是，你说毁了不少歌啊。橄榄树，我特别喜欢啊。嗯，这个作者是三毛。三毛，三毛大家都熟悉，是一个作家、哦、啊，他也参军过，也流浪过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流浪的三毛，嘿，三毛吗？不是那个，写书的那个。写书的，撒哈拉沙漠，哎，跟荷西的爱情故事，是荷西，很经典 啊， 啊，词是三毛写的。哦，给大家唱几句。好，啊、这个得抒情啊，这个，哎呦，又起范了，你看。不要，哎呀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我一唱我就嗨，你知道吗？一唱就开心。您唱完了再嗨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、哎、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、哎、不要问我有几颗、我会告诉你很多。哇，太好听了。哎呀，真好。您告诉我哪句有橄榄树？不要问我太阳橄榄树。愣来呀。
是这歌吗？阿门阿前你可敢拦树。哎，行行行了，蜗牛还挺累，逮什么爬什么。不是这个，您这是杨钰莹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黑猫阿敏了，不要从哪儿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调不对。不要问我。改刘德华了。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。不是这歌，嘿，怎么这么简单，这句都不会唱呢？怎么唱了的？不要从哪儿来啊，多简单呀、啊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就这么一句吗？对不对？我这嗓子不舒服呢，还唱吧，唱。是这意思吗？什么呀？好嘞，你唱。别去，哎，别，哎，您多火呀！现在您火，您多火呀、啊！大家都还看您呢。别，我是买一送一，我是。您来，您腕儿大，您是大腕儿。您这原来要过饭是怎么着？逮哪儿都一糗，你这是。你行了，你可以了，不要听岳老师唱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好听。我的故乡在远方。这河南。直接唱河南的好听吗？好听。我的故乡在河南，多好。为什么流浪？哎，饱了灯了，要了饭了，彪呼呼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。流浪了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为了飞翔的小鸟，鸟迷路了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就知道流浪。还有药吗？怎么了？你踩电门上了？干嘛呢？这？开心呐！那得好好唱一个，开心呐！朋友们，还有什么想听的？刘老根儿，大哥，你这有点不对了。刘老根儿，我们是德云社，知道吗？都老根儿了，还点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，刘老根儿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就会个一句半句的啊。确实他有的歌好听嘛，对不对？片尾曲，为了远上那个梦，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，这好听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拜错师了？好听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是孙老师啊？我没有，您来，您唱的好听。雪猫叫，雪什么？哎，
司老师来个学猫叫，怎么样？人家于老师都能学猫叫，你为什么学不了？对不对？他骚啊，对不对？咱们不是正经人家吗？是，于老师是个老骚猫，但是您您来一个，这词了，您来个别的。我来不了，您来。哇哈拉变身怎么样？行了，您弄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您好好唱一个来。等我以后我练习练习，我给你们唱一个。探清水河，好家伙！谁的粉丝都有。宋情郎一唱，整场结束，彻底结束。什么？拆西厢，万物生。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，你姑娘有见。这个不明的事意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哎呦呵，这姑娘吃蒜了，打个嗝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谁不会打嗝？是是是，哎呀哈。十八摸，这大姐还站起来。十八摸，你受什么刺激了你？这是受刺激了吗？十八摸我们不会唱，我们有没有学过？对。什么？加钱？加钱也来不了，妹子啊！来不了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就不是什么钱都挣了。对了对了。去年还行，又行了，瞧出不容易来了，很难哦，很难。赵花台，最浪漫的事，最浪漫的事。咿呀嘛更儿里，月了影儿照花台，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上儿来呀，小。我不会了啊。是赵花台，郭麒麟学得好。赵花台郭麒麟探清水河，张云雷写的学得好。对，宋清郎我学得好。这我们几个都把我师父会的那些东西啊都给挖空了。对，你师父现在只有大实话了。锁麟囊，锁麟囊我不会啊。你这不要的命吗？清水河会唱，咱们唱几句好吗？桃影那琴上尖，这是会吗？这个得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真气人，这个得得。桃影那琴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那公，细听我来言那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。蓝靛厂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，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，起了个乳名儿，荷花丸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，尊俏好容颜。似鲜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，奴好比貂蝉安似吕布啊，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。行了行了啊，别有风味儿。版本不一样啊。嗯，唱了半天，给大家唱一个五环之歌啊，因为演出时间是有规定的，我们十一点要结束，请大家能够理解，请大家理解。因为现在这个规定比较严格，主要是。嗯，
我看我听有的朋友说退票，你这会儿退票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啊，太不合适了，马上都十一点了你要退票加钱，他说加钱，好，加钱也不行，加钱也不行，好，这是剧场规定，现在加钱你可以包我，包你不得翘点黄瓜吗？包孙悦，谢谢。你怎么了？来，拿走。来，对对对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，不忙不忙。五环之歌会唱的一起唱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嗨，老有这格儿！你看我一唱《五环之歌》，就有人陆续的往外走，这是一种规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告别曲啊！会唱的，一起唱。五环之歌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唱两遍。把手机的那个闪光灯打开啊，咱们也找一找那种大咖的感觉，大咖叉的感觉。哎，对了，好啊，挥动起来啊！啊！哎呦呵！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不合适啊！这个声音太小了，你们大家是都不好意思唱吗？要脸！要什么脸？这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了啊！各位啊，都这点儿要什么脸？就是嗨嗨皮皮的唱起来啊！啊！大姐要脸是不是？别逼着人家这个，哎，你会好嘞，谢谢大家。我再有一个主意啊，嗯，再唱一遍，把这个机会呢给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行了行了，就是楼上的朋友这个定语呢，不要唱了，让楼上的朋友嗨一嗨啊。嗯啊，这个没钱也没劲儿吗？哎呦，行了，这么挤的人家。还终于好嘞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啊，大灵魂。嗯，接下来青藏高原唱给大家。呦呦呦呦，要现形儿，是谁带来？是我是我是我，先别唱了啊！你带得来吗？我带不来，把你带走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啊！青藏高原前面好唱，是啊，最后一句高八度，你这嗓子行吗？你想多了。怎么呢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哎，死半道了。嗯，是谁带来？是谁？
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？啊，我看见山川相连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，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谢谢谢谢。哎呦天哪，今天沈阳有，特意从沈阳。对。哦，嘿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哦哦哦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还有朋友特意从沈阳过来的哈。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你疯了吗你？哎。啊。你们不会说话现在。谢谢，还有从。各地往这儿来看演出的，感谢大家、谢谢，心情真是特别的感动。我岳云鹏何德何能能让大家这么爱戴，这么喜欢？接下来我继续卖卖力气，继续卖卖力。你给我出去吧你！我非得成真的了，最后能。还是你的粉丝功能强大。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感受得到，是太热情了。嗯，我们特别的开心。是那位蓝同志干嘛？哪儿去？去哪儿？洗手间哈。好，祝你成功。这还有不成功的？那万一呢？万一那是谢谢，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，是心情还是格外的激动，开心呐。接下来再给大家多说一会儿。嗯，说点什么呢？说点。你是刚来吗？哼，我笑了。对，你也没有别的方法了。那个说孙老师吧，孙老师这个人呢很强大，很强大，特别有文化，有点有涵养，有知识能量。我呀，特别的喜欢他。上过大学吧？上过。什么大学？农大呀。农大，各位听见了吗？农大。嗯。农大，你应该挤挤啊。到时候流到血液里头，就跟我。我不如动个手术是吧？哪个农大呀？你说哪个农大？农包啊，是怎么着啊？农业。要不你们俩过吧，您对，我把你们俩都掐死了。农业大学，哎，什么园林设计啊，土木工程啊，嗯，研究这个，研究非常的了不起。其实我们后台好几个大学生，都上过。于谦，嗯，于老师，北京电影学院，对，导演系，哎，导演系，天天导演，导演啊。你等会儿，导演是导自己演呀。不是自己导自己演吗？自己导自己演，像话？上两堂课瞎了。导演指导表演，指导表演，哎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嗯，哪天吧，孙老师。嗯，哪天上我那儿？我上你那儿干嘛？我搞搞你。嗯。有点太突然了，可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都不懂，就是我，就是我弄一弄你，比那个倒是直接多了。
不是你要干嘛呀你啊？辅导辅导你。谁呀？我。你辅导我什么呀？文化啊，知识。你对，您等会儿吧。嘿，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弄死我。我那么大脾气，我不是，我可有文化有知，我没有。你瞅这模样了吗？我看出什么了？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个潜形了。你真是的，你有什么文化？你文化大了。你什么文化大了？文化深了。呦呦呦。你说说，嘿，你有什么文化？你什么的？你什么学历？大学。这都是我的校友。怎么就像你的仇人呢？这是，不是你什么大学？什么庞各庄？什么庞各庄？都过去了，北大的。还北大的？哪个北大？北大照相馆。啊？哪个北大？我问你了，我问你了。这可能你们校长孩子。是吗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打广告来了这。那就是北京大学。没听说过。是不是北京大学？我没有上过大学。没上过大学你教我什么呀？照样可以教你文化，照样可以教你知识。你能教我什么呀？没有上过大学就正知识。对。我上过大学。嗯。我比于谦他们都强。对，你要教我文化，教我知识。对，那这么说你比我有文化呀。你看出来了，明堂没有文化吗？那你高中上了吗？高中得上了，高中要是不上，说相声算诈骗。哦，高中哪上的？我现在就是在诈骗。欣赏你的诚实。嗯，我没有上过高中，怎么了？哎，对，我没有骄傲啊，不是，我也没有自豪啊。你们还不知道害臊呢。台下坐着的各位，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，我看看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哇，真不要脸，这帮人啊！那时候那小朋友没到上高中的时候呢，那是。你举什么手啊你？没有上过高中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我师父也没有上过高中。郭德纲。对呀，你能说人家没有文化吗？哦、我师父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。你是不是会抄啊？那是照样有文化啊、哦！高中没上过？没呀。初中呢？初中得上了。初中要是不上，我没有上，怎么了？看什么？自己都编不下去了，你看。起什么哄？一个个的，都买票了吗？都一个个的。初中都没上，还教我呢？还。初中没有上，很正常。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调戏老师，后来被开除了，知道吗？你等会儿呢？小学四年级都调戏老师了？那，你小学四年级多大啊？十八。蹲了八年呢。那可不是吗？啊，您这九年义务教育就用完了都。早就用完了。啊，就九条命用完了呢。虽然这个学历不高 啊，但是照样有文化。还有文化。照样有知识。我问你一个字吧。什么字儿啊？很简单的字，这是我研究的。您还研究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咱可以一起探讨，一起研究啊。好啊。就这么一横念什么？啊、这么一横啊。嗯。这念一。念一，回答的非常的正确。嗯、那是。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，一一一。我问你，一共几个音？汉语拼的音啊。对呀、啊。四个呀。四个，一声平、嗯，二声扬，三声拐弯，四声降。你看，就上过小学。对不对？嗯、四个音。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。是吗？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三个音。您就是说这个字典上只体现了一个音，对，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，对，哦，您研究的，一横念什么？一横念一啊，念一，嗯，这是一声一一，是一个了啊，一，这是几个？一个一一、嗯，这是二声，哦、嗯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大罐这个钱买的，一百块，这是四声、哦，是啊，神奇不神奇？神奇不神奇？神奇。但是我就这么神奇，我就问您一句话啊！您说，就是，您研究这玩意儿，十八小学四年级，那应该是十岁的人儿，十八哟，你这么留念四年级呢？但是有他妈什么用啊？是能换来穿的，能换来吃啊？
就是为了消磨时间。多无聊啊，这个人。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。哎呦，还玩笑了。我研究的别的啊。您说说。我问你，上面一个谦，底下一个礼，念什么？上面一个谦，底下一个礼，念仲。念仲。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念什么？念出。二山为出。对。千里为仲。没错。这个字谁研究的？字啊。仓颉造字。仓颉造字。哎，对，孔子刘书啊。圣人刘书。没错。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？他的问题就来了，哪个苍老师？什么问题来了？苍老师吗？不是，苍颉老师。哎，对，苍颉老。造字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。是啊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人家就是给收集来了。从仓颉那会儿开始的造字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造字的时候，这两个字颠倒了。什么叫颠倒了？千里为出，二山为仲。为什么呀？出门走千里，怎么走千里？必须要出去才能够走千里，千里为出。你看，岳老师，就这么有文化，就这么有层次。哎、行，岳老师，就是您可能就是小学四年级时候没教到这儿，可能是。是我记得是上学时候老师也跟我们说过这字儿，是不是这种解释？就为什么叫千里为仲呢？您想啊，这人徒步走出一千里地去了。他累不累？都累到这种程度，他拿一根羽毛他都嫌沉，他都嫌重，这叫千里为仲。我开车。你开什么车？古人没有车啊。二山为出是对的，两座山，你站在这山看着那山，你得迈过那山，你得出去呀。二山为出。好好好好，我为你鼓掌。我还为你转身呢，我还为你了不起啊，没有难住你。废话，我上过学。我再问你，中国的文字很多音同字不同，很多字同音不同，有的一个字好几个音，多音字，有的好几个音能找出很多字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可是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只有一个字，一个字一个音。山更比一山重，最重的东西是山，二山为重，造字的时候弄错了。哎、行了行了，这是我研究的。哦，行了，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岳老师，哦，就这个音，就这一个字儿，再也找不到别的字。什么字儿啊？命，生命的命，谁能给我写出第二个命字来？你说哪个字是生命的命？这个音，哦、一个字一个音，这是我研究的。为什么？只有这么一个字，因为生命只有一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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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呀，就是我还知道有一个字儿，没有了，也就是一个字一个音，没有了。有什么字？死。因为死也就一回。请你出去。我上哪儿去？我就出去。您这研究都不严谨，这玩意儿。这是开玩笑。我跟你开玩笑了吗？这样吧，我最有能耐的。最能耐什么？对对联。还对对联了？你出个上联，我对个下联。是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出上联就能对下联。对，那对联规矩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哎呦呦，上联是一个字，下联就得一个字。是啊，上联是两个字，下联就得两个字。哦，上联是一万个字，下联就得一万个字。一万个字？对，那得多高的门框啊！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。我们家改读报栏了。没有啊，这就光字数要求。韵律还有呢。当然讲究了。是啊，讲究，天下无雨不成对。老话，天对地，嗯，雨对风，嗯，大陆仄平，这是规矩。你看，还真知道，你说还上学时候还得瞧书，可能是也。当然了。哎呀，和你母人还夸你呢，你怎么美了是怎么了？哎，这么着就是，您说您能对对联，那就是怎么个对法？我们就是有人出上联，您对下联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就我出个上联呢？我能给你对下联。哎呦，就这么大能耐！哎，那我要说一个字儿呢？我能对一个字儿。好，那我就说一个字儿。好，我听您怎么对啊？嗯，我的上联是上上。嗯，我给你对不上。哎哎，对，等下趟是吧？公交车。谁问你？我这一个字俩字儿他。上，我给你对下。上对下。上对下。哦。忐对忑。忐忑。
阿对欧，哎呦呦呦，阿斯德对阿斯洛，哎呀呦，刘俊和，还什么都会，还上对下，哦，就上对天对地，我没问，雨对风，我没问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我平仄平仄。对长空，没错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。哎，我问你了吗？那韵律那个说一遍得了，我问你了吗？你对完就完了呗，你告诉我上对下不就完了吗？上对下就完了呗。你听我这上联，嗯，我这上联是贴。天，哎，我说这干嘛？我天对地，我没我这雨对风，我也不长记性。对长空，行行行，雷隐隐，我送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。谢谢啊，对，我也是讨厌，我告诉你，我给送嘴里去了，你说。啊，天天地全在我，就后边您对完就不用说后边那大套啊，好，行吧，就是天天地哈。那我这上联是盐，盐，盐对醋。那盐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盐怎么对醋？盐是咸的，醋是酸的，盐对醋。哦，盐对醋，哦，盐怎么不对糖啊？不工整。哦，都是粉末的。哦，你过来。盐应该对什么？我就不，就这么拧，我就对醋。哎，对对对，一会儿你上后台找我。我看这意思，我出不了厦门了呗，我啊。那是你的死结到了。好，盐对糖。没有啊。我服了，我服了。盐对糖啊，大哥，你是我大哥啊。盐对糖，没，盐对醋是对的，对糖不工整，都是白色粉末的不工整，明白吗？固体的对液体的，这是对的。盐就是盐什么？对醋。盐对醋。好，对不起啊。因为人家工整，小朋友，你这生活还是少，阅历可能是。哎，那听我这上联啊，我这上联是好呢。好，好对歹。好怎么对歹？好对坏呀、啊！好好歹歹，好运啊，好运。哎呦呵，好好歹歹。哦，好不能对坏，对坏不好。这没有问题吧，兄弟？谢谢啊！闽南语我都出来了，我为了配合你啊啊！好运，哎，好运，多难受听着。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？是是对炮。是的。你看，孩子说你能把我怎样？你对炮呢？你知是，我就挪炮，是对炮。下象棋，你看看，那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对子上联啊。我这五个字连起来对子下联。我这是上天言好事，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。您等会儿，岳老师，腊月二十三，岳老师，您不是这么对的，您不是这么对的。我说上，您对的什么呀？下，天，地，言，醋，好。歹是炮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醋歹炮，什么玩意？下地糖歹炮，没听说过，爱谁歹谁歹，什么玩意儿？对的，这叫这赖谁？不灵这个啊，赖你？怎么赖我啊？一个字一个字崩，我给你出一个上联吧。你给我出啊？啊！哎呦，你有什么好的？听这个啊，我听听，听好的啊。你来好的，上联是三四五六七，斗地主吗？哦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啊，那我给你对，石沟荡客清，封顶，啊，你躲开，你躲开我，四五六七八，凭什么呀？你对五六七八九，啊，七八九十沟，没有啊，石沟荡客清，好，听我的啊，一把俩炸，炸死你。哦，吃
魑魅魍魉，每个都有一鬼字边。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？四个鬼。小鬼儿，四个鬼儿。那我给你对，我给你对四大天王，那也不行。刘德华、郭富城。不是这个，庙里那个，这那也不行。魑魅魍魉，哎，我给你对，琴瑟琵琶。哎，先不要鼓掌啊，先不要鼓掌。琵琶我知道，琴瑟是怎么写？合着不会写呀？就这么跟您说吧，这每个字相同的都是上半身是两个王，每一个字上面是两王，这四个字八个王，四炸。你跟我呢？你再赢我那就是死机，听见没？牛牛啊，好，听我的啊。你还有？我给你来一绝的。来一绝的。上联。还都封死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对什么呀？魑魅魍魉。魑魅魍魉什么？每一个字都带一个鬼，四个鬼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您这不能喝呀，这玩意儿。什么不能喝？那海水不是咸的吗？你注意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这边念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这么念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哎呦，你给我出去！哦，两边念是一样的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。哎，这有点意思了哈。怎么样？我想想啊，你有主意吗你？上海自来水来自海水，哎，你听我这对着啊，听我这个，您再说一遍您那个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您听我这下联。山西运煤车，煤运西山。完了吧？又死机了吧？魑魅魍魉。这，来回绕，炸死你！没甭来这套。我再说一个你也对不上来。没，我不会的。你听我那个，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我的，那是我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万遍你也没戏呀。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我跟你对13800000831。那我要说13700000731呢？13600000631。13500000531。13000000031。哎呀，13200000。17600000761。00671。反正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叫，您这不怎么样啊。正格的啊啊！我呀这么着，我给您出一绝对儿，好，行吗？好，您听我这对子上联，给您出一绝对儿。好，我这对子上联是，听清楚了啊。说，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说完了吗？完了。听我的下联。还有下联。我给你对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哎、不是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不是绕口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没腰里头别着个喇叭。不是绕口。说提了塔嘛，喇嘛想拿塔嘛换别喇叭，哑巴的塔嘛。我给你对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您这一个上下用啊。山西运煤车，别喇叭哑巴，不愿意拿喇叭话，递了塔嘛，喇叭的塔嘛，别喇叭哑巴急了，拿塔嘛打了，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了，递了塔嘛，喇叭一喇叭，你拦着我点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谁跟你说绕口令？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个棒白白拐棒棍儿。你会炖我的炖冬豆腐？你来炖我的炖冬豆腐？你不会炖我的炖冬豆腐？不要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冬豆腐。绕口令谁不会？哎，我说的是绕口令吗？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？我说的对子上联。怎么那么些蟹，那么些足啊？您听我跟您解释，这是本人的实事啊。啊，去年8月15。你想8月15，大家吃月饼、喝黄酒，还有那个，啊、还有吃这个螃蟹，啊，赶上这个秋天嘛，
吃河蟹。嗯，我母亲呢爱吃这个河螃蟹。嗯，我就给我母亲买了一篓河螃蟹。哦，就吃螃蟹这事儿，您听着啊。螃蟹蒸熟了呢，大家都知道先吃这个蟹的身子啊，把这蟹腿都掰下来，这蟹腿又叫蟹足，就搁在桌子上。啊，这身子呢全吃完了，我妈呢觉得还想吃不够，怎么办？一看没有了，就看见这个蟹足了，嗯，就把这蟹腿又全都吃了。吃完以后不足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我明白了。多有趣。就去年8月15，对，吃螃蟹，嗯，你母亲吃完那个螃蟹就觉得不够，又吃完吃那个蟹腿儿，嗯，吃完蟹腿儿还不够，是。然后你通过这件事情，你总结了一个对子上联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如果是我的话啊，我就去给我妈再去买了。好孝顺，好孝顺啊！哎，通过这个事儿，我弄了一个对子上联儿，真孝顺，真孝顺。啊，吃足仍不足。这让你说完了，我怎么改不孝顺了？哎呀，听我的下联。你就对下联就行了。哈哈，你听着吧。你来。下联是骑驴。磨定啊，骑驴定，骑定还磨定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叫我们那都吃的，你怎么还有定呢？这里这是我的实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前两天春游，我们都去玩去了啊，很多人都骑马呀，骑马，有骑那个马呀，啊，骆驼什么，骆驼什么，他也骑马了，我骑了，他那马一会儿就变骆驼了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我骑的就是骆驼，本来就是骆驼，本来就是骆驼。我以为你骑啊，给他骑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像话。我不爱骑那些，是我骑驴去了。驴够还不够，就是这对子上联，您听清楚了啊？啊，说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扔儿小。他那驴后背，他那没有那马鞍子呀，就是铲骑呀，他就磨我的屁股。哎呦，我这怎么办？往后吞一下吧。是啊，我吞到了驴的屁股上。屁股还屁股。没成想还磨我的屁股。是啊，这就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啊，还磨腚。去你的吧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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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出啊，时间剩余的已经不太多了，已经到了其实啊，那个谢谢各位的热情，嗯，谢谢谢，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以前别的相声团体有没有来这儿说过相声，但是我师父来过，我师父来过，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儿说相声。就除了我们这个团体别的来过吗？我们特别的开心。是，说实话，我们一开始有所顾虑，我们不知道这儿很多朋友都说闽南话，对，而我们说出的这些个笑料，这些个包袱，大家伙能不能接受？就是北方语系太重了。对，能不能接受？没有想到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嗯，很多朋友都听懂了，还挺开心啊，都特别开。沈阳的阿姨又来了，谢谢谢谢。哎呦哎呦，沈阳的小朋友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你在照相啊，好。好了好了啊，再见再见啊，嗯，好好玩啊，嗯，谢谢。接下来的时间这是翻场的时间，嗯，想跟大伙儿聊几句天，聊会儿天吧。各位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共同探讨，可以举手问问题，比如说我师父的演出安排啊，孙老师的身高体重等等，都可以。谁问这个？都可以问啊，净瞎问了。有问题可以举手问，聊会儿天。好，第三排黑白相间的姑娘。我的脸有多大？我天哪！好，25。嚯，改裤腰了都。满意吗？满意哈。嗯。还有没有举手的？好，那位，接下来什么新戏？嗯，你说的好，嗯，问的好。新戏的，嗯。接下来，6月19号会有一个发布会。发布会接下来我的电影要上映，叫做断片。哦，对，6月19，应该是暑期或者是国庆档上映。嗯，我跟葛优，尤其是那个小朋友，我特别生气。嗯，盐对什么？哎呦，杜淳，我们三个人演的一个电影叫做断片，希望各位能够关注，也能够喜欢。
谢谢你为我做了一个广告。我回你花钱雇的吧。好。什么？十二月份什么？十二月份会不会到湖州？嗯，啊，到福州啊？啊，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。嗯，你接下来时间安排得很满。好，那位女生。帮你问问李健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哈，你先出去，来。你是不是来错地儿了？那挑衅吗？这不是。好，这位大姐。什么时候生二胎啊？消息太不灵通。嗯，猝不及防。那是。哎，二胎现在政策已经放开了。对。我们家老二啊，我一直也没有对外公布。是。两岁多了。嗯，他们家二小姐，嗯，二小姐，嗯，大小姐二小姐，嗯，还有啊、哦，后面问一个问题，大哥，什么时候还上春晚？哦，春晚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中国最大的一个舞台比较作品，没错。其实呢，春晚对我们来说有压力，也是考验着啊，也是更有难度的事情。嗯，春晚的创作很难，太难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们还是想上；如果机会不太巧合，作品不好也，我们就、嗯、是吧。谢谢你，就过年了。谢谢。嗯、谢谢好，那小朋友，谁是德云一哥啊？我不是。啊？孙老师有多少斤？好，我谢谢你。终于问到了这个问题啊！哎，这几个大人不敢问，让一孩子问，真是的。孙老师的体重，要脸不要脸你们？孙老师的体重，曹冲都不知道。这个回答我希望你能够满意啊，兄弟啊，你先去学一个故事啊。嗯。曹冲称象。那教孩子坏。好。郭老师什么时候来厦门演出啊？我不知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跟问李健不是一样吗？就是。好。谁？宋晴朗一会儿再唱。别着急啊。长得好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好神圣啊。嗯，很神圣，而且收视率也是非常的高。对。很多人通过春晚，认知度会更高。对。大家会更满意我们的操，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。这是花五毛钱那个吧？对，长得好看，真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长得不好看，我们可努力了。什么？孙老师是不是同性恋？你等会儿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他说的吗？他说偷饲料啊，偷饲料啊，偷饲料。啊，什么人呢？这都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嗯，也很多年前也没偷。嗯，好了，那个我想给大家也没什么正经人，也没有什么正经问题，没有什么正经人，咱就不聊了啊，因为时间确实是有限。对，这样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完成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既然来到厦门了，嗯，我想给大家唱一个闽南语的歌。刚才巩虾米不算啊，最熟悉的、最老套的一首歌《爱拼才会赢》。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好吗？来，我还准备了伴奏带。有伴奏带了啊，因为这个歌啊我是第一次唱。对，唱开开心心度过这个十点多好吗？好，音乐。
准确，不标准，然后从哪儿唱怎么结束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完成，会唱的就一起。爱我从马脚起刚来家三分天注定啊，阿家哎呀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，我第一次唱，行吗？哎，都跟你一块儿唱，热情起来啊，嗨起来。啊，好了，谢谢。肯定不准确，但是呢，我想表达我的一份诚意。嗯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对，这儿是说闽南话的一个地方，我想太南边了。对，拿出我们的诚意。我知道有些班门弄斧，有些光棍面前耍大刀的意思，但是还是想让大家，就是尽量包容一点啊。嗯。好，接下来正经我的歌。什么？我唱过的。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的时候，我跟贾玲一起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唱给大家。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好吗？有音乐吗？走。慢走啊，特别不想听是不是？我理解。我有点，我知道在这儿有点班门弄斧了，但是。这一听就不是这儿的人，肯定不是这儿的人，发音肯定。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岁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想你。
相依偎。谢谢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哎，这么惨呀、啊？你怎么了？什么呀？什么东西这是？啊，给我的哈！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什么吃的这是？什么呀？牛轧糖。哎，你等吧，得了就，你说会不会开？一个大老爷们，我也要。你要我们得给啊，这我要姑娘也捂了多半天都化了。你在我身旁，我尝一口甜吗？哦哇、哦、有毒。啊，真甜哎，好甜啊，谢谢啊。哇，好噎的哈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是手工的哈，自己做的，手工做的，写着呢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哇，真甜。哇，好甜啊！有点后悔吃了。嗯。哎呦妈！快说不出话了，还想再吃一个。好，那个朋友们这么热情，请把手机关闭，我给大家说一个不能播的，好吗？哎呦，还有小孩呢。对，有小孩，小孩太多了。小孩算了，算了啊，别闹，不要影响下一代。小孩，大姐，你觉得小孩听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什么家长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样的家长，真的我特别喜欢。那就行，啊，真豁得出去，我告诉你。其实也没什么啊，就是不要，千万不要录啊！不要录啊，说好了啊，该关都关了啊。嗯，请身边的朋友互相监督啊，监督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。那个放下，举了半天了，搁那举的。嗯。别录啊，真的别录啊。我们后台有个演员。嗯，你看这就不能录。叫六哥。哦、我们都喊他叫六哥，个儿不高，行老六，个儿不高，一米一，穿上鞋一米一，我穿上鞋一米，对，鞋就得一米吧？你拿我们六哥当蛆了吗你？你别糟践蛆了你，个儿不高，找对象呢也不好找，谁找这样的？后来台上说相声逐渐的好一些了，嗯，说实话，有那个女同志就愿意跟了。啊，就爱着财啊，他也一直在追求，嗯，以一百个真诚去打动了人家。你看看，最后他求婚，他是这么说的：一般求婚都是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愿意给你幸福等等。嗯、可是六哥不太会说话，不会说话。他是这么说的：姑娘，等你死后，我可以把你埋在我们家的祖坟上吗？你说这各种各样的求婚都有啊，这叫真诚。恰恰就这一句话打动了这个姑娘。你看这姑娘没心眼儿，其实是很真诚的一句话。哎，愿意跟他了。是，北京城啊，就是买了个房。哟，四处凑了点钱，交了个首付，买了个房，挺好。我是他的好朋友啊。对，你们师兄弟。我师兄弟呀。嗯。我去给他装修。啊，你管？就给他买，就忙活买东西。是。买那个电视机，大电视机，嚯，特别好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然后呢？您买这骨灰盒啊？老六死了不用烧，掰不掰不就搁里了。不是他个儿小啊，他看得了那么大电视吗？你个儿小，有洗衣机高点儿。买洗衣机，人家送板凳。好，没这板凳还淹不死呢。嗯，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床。床什么床？大罗汉床。我不知道咱们这儿流行不流行啊？就是中式罗汉床，三面有木围子，完了上面有那个蚊帐织的那个。对对对，罩起来，挺大的，哎、大罗汉床又高又大，特别的好。是，一切都弄好了。嗯，一直等到结婚的当天。是。啊，我们都去了，都去，你也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去了，不过你走得早。我，他走得早。我是不是死在席面上了？
我说你死席面，你要走得早啊，就回家的早。撤席撤得早。我们这帮师兄弟呢，嗯，都去闹洞房了。他们师兄弟平辈儿，你都去闹洞房，他们不合适，对，我们去合适，对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也随份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也随份子了。你随份子就能闹洞房吗？三天没大小啊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我怎么想闹？你爸妈结婚，你闹洞房？我赶上了吗？我得赶得上啊，我得。你赶得上，你敢闹吗？敢。赶得上看吧。我们都去闹洞房了，那他两居室吗？对，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。您什么优点呢？听门缝。我看大点电视怎么了？身临其境似的。行，买个大电视啊，什么3D眼镜呢？哎，然后买一个冰箱，大冰箱啊，冰箱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啊，对，那也大洗，这叫优点。像您这人呢，特别刺激，你知道吗？听门缝。啊，这能听见什么呀？这能听见。哎呵，这两个人还聊天呢。废话，那夫妻两口子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买来的呀？不是，六哥假装自己是一个客人。哦，假装是一个。这叫角色扮演，你不懂，浪漫浪漫。这慢没瞧出来，够浪的，反正是。哎呦呵，嗯，脱衣服了啊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脱衣服能听出来。六哥那个衣服啊，质量不太好。怎么呢？有静电。哎呦，一脱衣服噼里啪啦的，嚯，毛都电没了啊。没毛就是蛆。嗯，哎呵，脱袜子呢啊？不是袜子也有静电啊？有有有。哦，哎呦呵，怎么直奔主题？这都，是快说，什么主题？说呀，你别咽吐嘛，你说呀。咣当，咣当！哎呵，哎哎哎，终于有用，哎，有用！你小子是不是心眼太坏了？怎么了？啊，你就为听门缝，你不是设计好的呀？怎么了？那罗汉床离着墙是不是有缝隙？对对对对对！就你这个货呀，我你妈真他妈聪明！咣当咣，呵，高铁啊，提速了，有点意思啊，老六啊，咣当。净咣当，简短接说吧。嗯，我听了有40分钟。对，可哟，老六可以呀、啊。我听不下去了，那这累啊，我听不下去，我也难受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就上隔壁跟他们斗地主去了。啊，就刷夜去了啊，3、4、5、6、7。嗯，啊，就炸，就跟他们玩。是，玩了有2.5小时。嚯、哦，我说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意思。怎么呢？我的心思没在那儿。你心思呢？岳老师，您等会儿吧。都2.5小时过去，人家睡觉了。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万里有一呢？哪有万一啊？咣当，还有翻场呢。哦，不错呀，老六身体可以啊。咣当，3个多小时了，这不行，我得提醒他。怎么呢？以后的日子长着呢。哎，对，你今儿死这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身体重要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站在门口大喊一声。喊什么？我说六哥，嗯，注意身体啊。对，这话没问题吧？差不多得了。话音刚落，是六哥打里边出来了啊！一开门看见我了，说什么？跟我说句话，还说呢？注意他妈什么身体啊？怎么了？那床啊，一宿没上去。对，去你的！就喜欢听那个咣当。快说！咣当！你看六哥身体不错啊，两声就不错呀。